小花曼泽兰侵害台湾山林是越演越烈。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为了号召民众清除号称植物杀手的小花曼泽兰，不仅提早强力的宣导，更开出了一公斤收购八元的活动，希望在奖金的刺激之下，能够带动全民清除小花曼泽兰有害的植物。县政府农业处保林科长邱义成率领科员亲自向乡亲民众宣导移除小花曼泽兰，也准备了各式图卡提供民众拆题闯关，寓教于乐。然而一提到小花曼泽兰，来闯关的民众反而震惊了起来，大吐苦水。对，山上都是啊，都长这种的。对啊，东西种了它就盖住啊，没办法长啊，我们的东西都种的都没办法长出来。所有的头部都要毁掉啊，要拔掉啊，对啊，就这样，还有试试，要不然就用砍的。近年来，小花曼泽兰侵害台湾山林大树的情况是越演越烈，拔了又长，长了又拔，强大的繁殖能力如癌症般鲸吞蚕食我们的山林生态，令农民气得牙痒痒。现在县府号召乡亲民众一起来移除绿癌，农民个个当仁不让。山上很多被菜啊、什么槟榔什么都被盖住死掉，都死掉。来自中南美洲的小花曼泽兰，生命力旺盛。对林相具有强大杀伤力，植物被无性生殖能力，种子轻薄易随风飘，蔓延速度快，名列台湾十大外来入侵种之一。而花莲县政府为了号召民众清除俗称植物杀手的小花曼泽兰，开出了每一公斤收购八元的价格，希望能够带动全民清除小花曼泽兰这个有害的植物。这个小花曼泽兰移除工作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八月中下旬到十月初，由乡镇公所来做登记跟收购的一个工作，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公所这边做一个联系，他会排定这个每周，每周会有这个收购的时间。那这边也特别在呼吁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小花曼泽兰的防治工作。科长邱义成进一步表示，希望能赶在小花曼泽兰开花期之前拔除，避免种子随风飘散、繁殖蔓延。而县府农业处也和全县十三乡镇市公所合作办理收购事宜，农民可以从即日起到今年年底，都可以将拔除的小花曼泽兰就近送至乡镇公所来收购。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